哪出卖的？哪卖的？我拢唔知。公路局台东区侦缉所定于九月七日上午九点在彰化镇旦举办“心之所向，只等你来”大客车驾驶扩大征采活动。活动时间至下午一点，现场共有19个客运及游览车业者联合设摊征采，提供逾300个大客车驾驶员职缺。为了推广公共运输政策及解决大客车驾驶人才不足问题。交通部公路局及台东区侦缉所共同筹划策划这次的中区大客车驾驶人才招募会，为有志加入大客车驾驶行列的民众提供求职与转行的咨询平台。只要透过就业奖励方案成功媒合，并且完成受训及到职满3个月，即可享受受训补助、生活津贴、就业奖励金三种补助津贴，最高可领取将近14万元补助费用。欢迎有志加入大客车驾驶行列的民众踊跃参加。相关活动及补助详细内容，可电话洽询中部各区侦缉单位咨询。台湾县长会报告结束的2023年2月17日，王永庆前队长李宗志安排。